用自己的姓命名一部车，却不是为了名声。让一个习惯了拿捏分寸的人自满也难，因为对自己，我永远都觉得还有余地。别人说是谦虚，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。但这一次，我决定让自己站在前台，不留退路，赌上一些不该赌的珍惜。人也变得更加严厉，不通人情。有人觉得我太偏执，沉迷于这样那样的细节，但我知道，要做好一件事，必须身体力行。魏不只是一部车，更是一个开创者。从魏开始，豪华不再是那些浮夸的炫耀，从魏开始，安全成为一切豪华的前提。而从魏开始，更多的人能把豪华握在手里，把要说的话都放进车里，坚定地走在前面。